你们识相的 I C I P I 正法，通通告诉我密码。机苹果机，东北油烟机，统统加密码。来，手牌交出来了。不行，我的牌是用来救人的。哎，这女的，你看这个呀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会就撇啊撇啊，你就不行了。那个老东西，就你话多，去死吧！别跑，快逃！别跑！不可能，华佗不可能死这么快啊！华佗都是第一个死。看错书。老板去开 conference， 今天也该回来了吧？哎呀，老板走之后，我光忙干个啥了？老板走之前布置的 project 还没做呢。师弟，要不你帮我做了？嗯，好吧，师兄总是这样欺负人。来了，师傅。啊，师傅，来人呐！孙权的老儿，他竟然得了诸葛连弩啊！他在大会上大开杀戒，杀了我不少弟兄，我一路靠着空城才逃回来的呀！我们就跟他拼了，拼了！别去，你们不是那连弩的对手，去了就是送死。那我们就等死吗？办法根本也不是没有。俗话说，武林至尊诸葛连弩，国色不出谁与争锋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到国色才能抗衡连弩，拯救苍生。李嘉策啊，国色，对，顾名思义，国色就是一位屁屁的牛的妹妹，所以人海茫茫要去寻找，但是暴力的我们要去可能性最大的地方找。你去把我们床头那本全世界牛美眉分布图拿来。黄月英人体写真。那边。哦，全世界牛美眉分布图。老将啊，去亮度最大的地方找。师傅，虽说我们蜀山也是 top school， 但斯坦福每年也就最多给我们一个 offer， 让我跟师兄都去，实在是有难度啊。哎 ，Don't worry 啊，我给你们写 reference letter， 还怕搞不定？你们只管去搞定那儿的牛美眉，找到国色，抗衡连弩就行了。嗯，我懂了。要想有个光明的前途，光勤奋学习是没有用的，关键是在于找一个斯坦福美眉。这个道理，为师当年遇到了你的师娘才明白。年纪轻轻就悟道了，真是神童啊！为师可以放心的去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别哭了，我们要振作起来，目标斯坦福美眉。何其难哉啊。哎，这斯坦福还真难进呢，有老板的推荐信，我都要靠 waiting list 转正才勉强。哎，别郁闷了，当年咱老板不就是被斯坦福拒了，这才去了哈佛吗？这个样子好，说好。Request announcement， 下午3点的 S3 的有新生 welcome party， 主持人是斯坦福著名美女貂蝉。貂蝉，师弟，你说这貂蝉会不会就是国色？哎，师兄说的有道理，走，咱去